五台山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，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。文殊师利菩萨又名妙吉祥菩萨，号称菩萨之母，诸佛之师。为了引领众生获得妙智慧、妙吉祥，文殊菩萨分身尘刹，随缘化度，并多在五台山应机说法。今日大塔院寺内供奉的文殊法塔，即为纪念菩萨化身贫女教化众生而兴建。南北朝后魏时代，五台山大福灵鹫寺，每到春天三月，便会依例举行无遮斋会。不论出家俗家，也不分善男或信女，老的或少的，有钱的还是穷人，甚至乞丐都可以平等参加，饱食一餐，平等施食，事实表示佛法平等，无人我之分别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佛祖保佑啊！师父，我也来帮忙。让开，让开！烫死我了，烫死我了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佛祖保佑啊！佛祖保佑啊！菩萨保佑，佛祖保佑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佛祖保佑啊！我只有这些头发供养三宝了，请不要拒绝。好的，那就收下了。施主是到哪儿来的呀？从来的地方来。我还有些急事，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能否先分一些饮食给我？
好的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。来，快喝吧。还有我这只狗，它也得吃一些东西才行啊。我肚子里还有小孩，他也需要一些食物来吃。啊，你来这里求出家人不施斋食，却贪得无厌，是何道理？你肚子里的小孩根本还没有出生，难道说他也能进食？可是你却求索再三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底甜，暂借无着处，致使阿师贤。众生因为内在的智慧光明被烦恼所障蔽，而起惑造业，遭受苦报。诸佛菩萨却因为开发出本具的智慧，故于一切时处皆得自在。虽然我对诸法已不起爱憎分别，但今日却遭到您的讥嫌。生学平等，心随万境波，百骸俱舍弃，其如爱憎何？保佑菩萨，保佑菩萨，保佑菩萨呀，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菩萨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。啊，众生虽然知道学佛要心平等心，但却难以降服自心，而随着境界起人我分别，造作
过非。要知道，名为我的这个色身，终归是要幻灭的。若执着于人我的对立相，就会升起爱憎之心，这样又怎能与文殊菩萨的智慧相应呢？菩萨保佑！菩萨，菩萨保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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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，但愿垂示真正的平等法门，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。菩萨保佑，持心如大地，意如水火风，无二无分别。菩萨究竟如虚空，菩萨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，菩萨，哎，菩萨！菩萨，恕罪啊，恕罪啊！都怪弟子有眼无珠啊！菩萨保佑，不识菩萨真身，哎，这双不明真假、不辨是非的眼睛。我要它还有何用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哎，大师快住手！你们别拦着我，让我把这双没用的眼睛挖出来。就算您这么做，也于事无补，而且是件傻事啊！大师，你千万就是啊，傻事啊！赎罪的方法很多，是，你又何苦出此下策呢？放开我，大师！今日幸得文殊菩萨教诲，弟子一定铭记于心，终不敢忘怀。住持法师为了忏悔所造过谦，警觉后人，便以贫女所施的秀法建了一座宝塔来供养。万历初期，圆广法师接任住持，为了修缮宝塔，在塔下掘得大师的圣法好几束，颜色像是金色的，仔细再看，发色变化不定。千百年来，贫女乞斋的事迹留给后人无尽的启发。众生应当学平等，不要随着境界转，眼睛所见到的未必是真实的。我们应该用文殊菩萨的平等心、慈悲心来对待一切。文殊菩萨无处不在，若能够把人人都看成佛菩萨，就一定不会错过见文殊菩萨的机会。愿文殊菩萨给予众生智慧和力量，让我们至诚称念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。